哦，要很小心哦，这样子掉下来哭哭就要自己要勇敢哦。因为这个并不是玩的哦，这个是栏杆，这个不是玩的东西哦。这是什么？树叶。树叶哦，啊，你的木头在妈妈那里，你要拿来扫地吗？哦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哦，怎么都飞走了？哦，很多树叶，很多树叶，好，丢向空中，飞啊！很好笑啊！你在玩树叶哦？你拿到几个树叶了？嗯，好，让树叶飞啊！呜，有飞很远吗？你在玩那个迷宫哦？啊，那个迷宫要怎么走？依依不可以用进去哦，依依那个不可以放进去，哦，依依那个是迷宫哎，你看这个是很多迷宫哎，要怎么走出去耶？要怎么样才可以从这里而走到这里来？那，啊，你怎么自己走到上面去了？你踩在迷宫上面。这个里面下面是忍者龟住的地方吗？耶，yeah, ，再走一遍。哎呦，怎么会动啊？咦，你看这个会动哎，嗯，哎呦，哎呦，还会掉。动动，你跑太远了，你跑太远了，撒悠娜娜，拜拜喽，哈嘿呼嘿呼，哈嘿呼嘿呼，飞啊，哇，很多树叶，这个是草，那是草，妈妈，你是捡大草给我。你先去找草，你看那个小孩在玩忍者龟的。妈妈，你先找树叶，然后我先找草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别个地方找吧。